好啦，我是 Studio，今天呢是寒假的第三天，然后我在那个网络上找到了当地。对，当地图很奇怪哦，它的名字叫做 Bad Map，烂地图。对，它好像是一个很烂的地图。看一下。Nicole Pro 就是那个作者，然后Hi，I guess somewhere，就是他说叫我不要玩，然后我每次都破坏这个规则，because it's fun，dude，what is wrong with you？就是你有什么问题呀、啊？我想现在破坏哦，他觉得橘色是一个很酷的颜色，所以他现在要用橘色来跟我们打字。好，他还没完成这张地图。其实他根本还没开始盖地图，但是不要走，我可以。他说。他可以在我走之前做好这张地图。他就说：“那我们先把这个地方变得大一点。”对。好，他说：“In three, two。”哦，他是一个机器人，他不会讲，他不会数数，所以就 ready 就可以了。不能，那我们下一次，我们再来试试看吧。可以的。小心！我做了什么？我死了。哇！那个就是太可惜了，然后他要先那个，他先离开去处理一些事情。What the heck？中国啊，他叫我们不要做一些无聊的事。我来看一下。所以他还没盖完这张地图啊，那我能开始帮他盖啊？可是我们是冒险模式，error 错误，哈哈，不行，可以放在砂岩。可恶！那边是不是有个红石？在这什么？有个指令方块。我自己在倒退走我吓死我！我刚才自己在倒退走不行，那我的那个已经放了，你又可以再给我吗？有，幸好，我们去放在那里好。那我最近前两天的影片，我觉得都还蛮高观看的，还蛮开心的。我又拿到了。又拿到，可以放在沙子上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放在这个上面。这是我放错了，我们可以这样。crash 了，这叫失败。Minecraft，Single Player，不行，多人游戏不行，Realms 不行。我只能离开游戏。嗨，
我回来了。我走的时候，你做了什么事？哦，还是可以。我要选哪一个？你叫什么？我搞砸了一切，还是？哦，你知道的，我只是在玩聊天室。我知道。你做了什么？我做了什么？太棒了！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挖回什么？在一个黑色的房子里，还是？我怎么知道你的地图坏？我怎么知道你地图坏？你才坏了！好凶哦！加薪了！你怎么做到的？这里是哪里？他让我记得了一些的事情，但是我忘记了。讲废话，我就踩这个呢就开了。好帅啊，过不去，帅炸了。帅的地图啊，你们觉得呢？上不去啊，我要去那里。啊，对了，我的麦克风会在2月5号来，所以新的麦克风和我的新的面具，对，所以。敬请期待哦，上去，Go，上来了，Cool，加戏了，好，哦，我记得这个地方，你记得吗？这个酷地图是 Nicola Pro，就是作者做的。那个 Lock Dot Zip 就是一个 YouTuber，他玩过。Unlimited，我有看过 Lock Dot Zip，玩过这个。我要选哪一个？我不是 Lock Dot Zip，所以好这个。算是，好，我可以让你出去了。OK，让我出去啊！我按不了 OK 啊。Unlimited，这个地图，我刚刚在找地图的时候有看到，可是我没有下载，想说会很长。走，所以这是不是一个 unlisted 的预告片？是吗？嗨，我是 Nicola Pro，这个是服务器，因为我所以爆炸。如果你还在的话，我正在跟。告示牌对话。哦，这里有一个让伺服器重置的按钮。我不知道你要怎么拿到，就你要怎么按到，但是拜托你按到。我怎么知道我要怎么按到？他疯了。我要如何知道我要怎么按？哦，在上面。我怎么按到？好问题啊！我要怎么按到？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按到。空啥？你要怎么按到？
我进不去。你有没有什么秘密的透明方块之类的呢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嗯，目前看来是没有。嘿，嘿，嘿，我是李小龙，我叫破，嘿，怎么办？上不去啊。那我要怎么按到？嗯。这棵树好像可以爬上去，那要怎么爬呢？是有个透明方块，嗯，按不到，这里都是透明方块，对，这里全部被包住了。怎么办？我们应该想办法进去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！我要进去，我要进去。要进去，我下得去吗？下不去。我怎么进去啊？嗯，嘿，按不到，按不到，有方块，方块堵住，不行啊！我到底要我干嘛？我也上不去。到底怎么办？我要怎么上去？我要怎么上去？我来调成生存模式好了，这样就可以看到哪里有透明方块。不然就藏在一个秘密小角落，那就不让我发现。像这样子的，有没有其他的透明方块呢？有吗？没。拢无，拢无，拢无。那我们要怎么上去嘞？拢无，拢无。没有东西，怎么办？还是我们要飞上去？啊，我们也只能这样。嗯，看一下，如果我要公平，就是。真正的上来，我要怎么上？还是会不会我上来，然后按了按钮，他就会说我作弊上来的？对，哦，他回来了，他说。
他说有一个 Ender Pearl 在箱子里。没有啊，我没有看到，随便。哇哦，这真的是一个，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冒险，它非常的 amazing。然后，那我先把。And, 你喜欢吗？不喜欢。哦，你不喜欢？那好，反正就是他证明让我喜欢。什么意思？他怎么证明？什么意思？啊！他叫我看这些红石机关，增加我对红石的认识。拜托，我跟红石那么熟，干嘛增加我们的友好度呢？我们是第一熟人呢。那他为什么把我弄得很旁观？什么意思？还想干嘛？他把我弄成旁观是要干嘛？结束了吗？就三，我不懂这地图到底要干嘛？应该是叫我看这里吧？那上面有什么？还是我说应该还不错，不行。哇，你要我干嘛？不想干嘛？哇，不懂。到底要干嘛？结束了，是吗？那么快？真的假的？是吗？结束了吗？可以，也只能结束了，对吧？我们再按按看好了。好吧，大概是只能这样了。那这地图应该就只是刚刚那个 Unlimited 的预告。对，那么。如果喜欢这部预告的，就在下面点个喜欢。那如果你们想要看我玩 Unlimited， 就是那张地图的话，就记得在下面点个喜欢。对，我看一下喜欢有多少，我可能就会拍了。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咯，我们就下期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Like this.